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只钓竿。好，那拿到钓竿之前呢，先记住一下这点，这个钓竿它不是甩竿，然后它不要做甩跟抛的动作。那你们等一下呢，每只钓竿上面都有一只就是橘色的虾子，红色的虾子啊，也有红色有绿色的，那不一定拿啊。那你们等一下拿到之后，如果收线收上来，发现这个钩子是勾在这个线上面的话，或是朝上面的话，请用你们的手去解开，那钩子朝下翻。如果解不开，你手举高，我们就去走到你们身边帮你们解开。